蝴蝶儿在凯瑞。干！我跟他同时 killing spree， 然后你只称赞他。啊，没有，我说。哇，算了，你等他去跟他，你。没事。哇，我不行了，我心太美了，我玻璃心了，这比被路人骂还难过。飞不过去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台主 F9 啊，地心引力嘛，你也知道地心引力很强，我就被粘在地上啦，飞不过去嘛啊！你们没办法习得这个技能，是因为你们没有 F9 啊，懂吗？原来是这样。等一下，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花生省魔术。要弱势啊？有一点弱，我不敢。就像小蝶来玩，他一定也是轻轻松松飞过去啊。哦，你是在一直？我没有。小蝶急起来。第一场结束，如果剩下五分钟的话，还能再打一场吗？不要。其实我不知道正常的陪玩键能不能再陪？不能。这样很抠耶，没有人这样吧？哇，你真的很帮陪玩的人抢耶。那剩下的那五分钟可以干嘛？我就聊天啊，大部分就是聊天哦。啊，我就免了，观众比较重要啊。你真的是好客户耶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喜欢你。没有，大家比较喜欢你。你真的低于18吗？你没有骗我吗？我只能说我比你小。观众成熟稳重，台主心动。对我心动。怎么可能？所以我觉得他在骗我。你差不多2223吧？没有，刚进入二开头。那就是20啊。对啊。对嘛，这样比较正常。20的人。会讲话比较差不多，因为正常高中生是没有那么会聊的。哎，操！干嘛啦？放弃治疗啊你！下路 carry 啊！哥哥他欺负我，我好。我这个游戏太难玩了，死不死都要被抢包。而且你身为上路，居然没有英雄救美。没有办法救。我好怕怕，我死下路剩我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还有桶子。后面有贴皮。四只下路四，我忍推了。没关系。这陪玩比客户还难搞，你是说我难搞吗？我觉得我挺好相处，做自己，自不做作的陪玩，你觉得这样很有趣？不是哦，我觉得你要刻意去奶你的客户，就真的，我个人会觉得你硬要装的话，其实。你打下来蛮累的，你不如就做自己嘛，喜欢你的还是会喜欢你啊。陪玩都要叫客人老板哦。是啊。哦，是啊。嗯。啊，我都叫你，我都叫你 A。没关系啊。我叫什么无所谓。啊，这都没有我的头。主人，想要原声带，请联络。在说什么？啊，人家都叫老板，我就偏偏要跟人家不一样嘛，我就叫我的客人叫主人吧。欧尼酱加油！别这样，飞舞加油！到底谁会被想被讲飞舞啦？
但我的伤害有出来，所以其实好好打会战就会赢嘛，怕啥呢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呦，你有弹到，你出得来吗？可以啊，我要帮中扛他，不然他会死。你真的是一个好人呢、欸。好呗呗，哎呀，我太紧张了，有被强制怀孕吗？你是被抓上去是不是？才过没几秒，矮大姐。对啊，有眼是不是啊？干，肯定是有的。看我每一闪被抓了两波，我操！有 TP 哦，可以打吧？这可以打。我快到了。金很慢，金很慢。哇！吸血鬼太痛了。他怎么在那里啊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不是不是，等一下。好悲啊！怎么受掉啊？这辛朵拉说是没有。超多金了！干！他哇，我觉得是这辛朵拉太烂、啊。干！这莱昂娜在干嘛？主要是我刚一直在拉距离，我刚不拉距离，硬要输出的话，我一定会死，所以我要先拉距离。你怎么突然安静啊？我出事了。没事。哦，可以，血鬼。我知道。那是我封墙、啊。他放掉了。嗯。哦，被定墙，可以。其实筒子的伤害很高，他的大绝伤害。他这波，他这波撞的太好了，两个一。小哥哥这波背的不错。我只能去卖命，因为我没有伤害。这个不能硬吃啊！十一只。啊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你这个大绝，对啊，不错，救人啊，还有波奇，第二个，哎、欸，他怎么，我们酒桶放弃了？可是辛朵拉的输出已经出来了，他现在说放弃是这样，他真的要放弃吗？为什么要 open 啊？我发现我。打了这几场都有人在乱，还是没封墙啊？后面的猫没有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巴龙了。现在剩装狗，哥，周总，周总不打吗？周总，推塔比较实际哦。好吧，他看起来，对啊，可以开啊，人马在上面，人马在下面。我去开啊！他是个傲娇哎、欸，说不打，但是身体很诚实，这样。财富都这样啊，习惯就好。我觉得，不过我去带一下他，开会很快就结束了。打起来，就会被抓了，
要打我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戏外二帅 ，Boost 不能不干，有够难打哎，这个场。啊，赢了！有没有觉得钱花的值得吗？值得，值得。那需要帮你二龙跑下一下。不用。好，感谢你，希望下次还能再看到你。可以，我继续看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